说客人啊，会来自己按照这个年份来查，我是某年的，我是七年的，他们会很兴奋的发现，然后来看这些特点，那这些都是没有，他们以前没有了解。加拿大没有这种立体的灯子，都是平面的，所以我们想把中国的最优秀的传统的工艺拿过来给他们看看，多大的中国文化历史等等都是通过这个灯盏来展现出来，所有的人都是被震撼了，应该这么说，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很多客人特别激动，还给我们留了留言说整个今年冬季他们看到这个最美的灯展是在这边。另外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灯展给当地的不明真相的一些民众了解中国的产品，中国的质量是世界最好的，所有人都说 amazing。